只要你嫁给许志远，小姐和我都会开心。刘瑶，嫁给我表哥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小姐，我只是个丫鬟，配不上表少爷。你放心吧，爹已经决定收你为义女了。您到时候就以夏侯府二小姐的身份嫁过去，也算是门当户对了。而且你嫁过去的话，算是原配正房。小姐，怎么了？ 我想永远陪着小姐。刘莹，你是不是希望小姐开心？嗯。只要你嫁给许志远，小姐和我都会开心。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婚礼办得热热闹闹、风风光光的。此外， 夏侯府的劫数就快到了，年底这一大家子都会消失。夏侯雪出事了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刘英躲过此劫？此人命格能逢凶化吉，望妻因子一甲子。 刘莹若是能嫁给他，定能寿终正寝。许志远，今后只能让他替我照顾你了。 真的希望我嫁给表少爷吗？这么做是为你好。可我觉得不好。他是个好人，他喜欢你。那又如何？只有两情相悦，才可以成亲的。感情可以慢慢培养。培养？